气儿。干杯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，干杯！今天我要来五杯。嗯，三杯。四杯。就三杯。啊，三杯，来来干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来，快，庆祝！嗯，来，没事了啊。小鹿吃。爸。啊。有500块。500？为什么？交罚款。交什么罚款？我被抓了。谁抓你了？你被抓？旅游局呗。为什么？说我是黑导游，正查这事儿呢。黄酒酒温的挺热是不错的，不过这里放的是杨梅干，不是青梅啊，恐怕这就不对了吧。这位先生，您的这个印象恐怕是从《三国演义》中“煮酒论英雄”这个典故中来的吧？其实青梅煮酒呢，那是古代的事情。你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发扬光大，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饮食文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建议您啊，可以先尝一尝，试一试。如果真的不合口味，那么我们再去把它换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全在里面，我的东西，我的钱、手机、护照，这怎么办啊？如果您确定那个包是在车上，我现在就跟赵师傅联系。行，谢谢你。啊，你先别急啊，慢慢吃。美啊，谢谢您帮我这儿照料一下，我过20分钟就回来。哦，哎，你等一下。这位先生，你别急，慢慢吃。我现在就去机场帮你把包给取回来，慢慢吃。把这个拿上吧。哦，谢谢你，小妹妹。哎，你们那里还缺导游吗？你想做导游啊？嗯，那要导游证的，得考试啊。这世界很酷。